时间到！你耍赖，一炷香的时间哪有那么短？嘿嘿，再给你一炷香，你也碰不到我们三哥一根头发呀，结果还不是一样的？你，他说的对，是我们输了。愿赌服输。白姑娘承让了。哼，有本事我们比远距离速度。够了，人家和我们敏智一族比速度，自然应该选择方式。是你自己修炼不到家，还敢逞强？哼，失败并不可怕，但你必须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。这姑娘还真有个性。阁下的步伐很是奇妙，这一场我们输得心服口服。是晚辈取巧了，纯论速度无人能与贵宗相比。哎，那又有什么用？单属性四宗族里，就属我们敏之一族最没用。贵宗只是没有合适的施展空间而已。前辈，不如我们再来比上一场，如果前辈输了，我希望前辈能加入到唐门之中，唐门将提供给贵宗全部装备以及一切必要的资源，并且不会对贵宗进行任何命令式的要求，您看如何？小伙子，你好大的胃口啊。哎，宗主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年轻人有点傲骨没什么，可要是骄傲过了，只能自找苦果。老白鸟的速度可是无人能及的。如果我输了，愿意免费为贵宗提供全套暗器装备，包括一架诸葛神弩、两套无声袖剑、一架警备花装弩、一架寒沙射影以及两柄腿弩。宗主，这一套下来少说也得500金魂币，敏智一族有200多人，那就是100万。前辈意下如何？好，我就和你赌上这一场，如果我输了，敏智一族就加入唐门。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如果将来唐门与武魂殿有什么关联，我们会立刻退出。唐门与武魂殿唯一有可能出现关联的情况，就是将其毁灭。前辈，那我们开始吧，还是一炷香的时间，条件不变。屋子里太窄，我们去外面过招吧。好，请。柔骨土第一魂骨技能，顺利，好险！光靠鬼影迷踪根本避不开他。哼，瞬间转移，难怪你自信十足，有意思。
我倒要看看你这瞬间转移能够闪几次，小心了。增强，仅需消耗少量魂力就能连续使用。这也太快了！三哥不断地改变瞬移的方向，才勉强避开追击。哎，这只是老白鸟武魂增幅下的纯粹速度。如果他使用了魂技，这就是魂斗罗级别的敏智一族速度，自己魔毒和精神力释放到了最大程度，也只能勉强跟上他的身影。瞬移了上百次也不见你的魂力消耗多少，小伙子你很厉害呀，看来我必须得更认真一点才能抓到你了。哼，唐三输定了。武魂光华，熠熠耀目，球场热血，澎湃激情，和史莱克七怪一起上腾讯视频看 NBA， 精彩赛事看不停，海量福利等你拿。别跑，给我站住，有本事和我再战一场。这是战书，扫描这个二维码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，了解更多比试内容，看我如何迎战史莱克学院，精彩剧情独家福利可以领取，我在赛场等着你。去聆听。